风趣，问南答赖提笔你，祝愿之笔用情看，看哪里真爱传承啊，爱传承。讲到客家女生，爱喝真高，不要嘛，我来讲看呐。客家女生有哪条？爱听见客家女生唱板子歌，就有香烟、七八、火把、夜半、老拍板。哇，全部都懂好深呢。猛操，尤其是让人晕晕的香烟。嘿呀，想到俺后人生，七八打打的嘞。很长分哦，客家炒肉靠的是青。